我们现在开始继续开会哈，我们继续进行询答。那我们开始唱名哈，黄国昌委员，黄国昌委员，黄国昌委员不在，林德福委员。主席，各位同仁以及这个李部长，还有与会各哦，今天是杨次长哦，李部长不在啊。哦，啊朱董事长呢？哦，我以为全部跑光光了嘞。好，那就请两位好了。请杨次，那個、杨次长跟朱董，朱董哦。委员好，大家好，我想哦，请教你哦，这个2015年的节能家电补助预算有25亿，那请问次长，那2016年底或2017年初啊，是否会推动这个节能家电的补助？目前是有检讨，但是并没有政策上还没有决定，还没有决定。那未来会补助哪些家电？这个是不是我们台电的业务？所以抱歉，我不大了解。所以说你都不了解。那我再请教台电的业务，我再请教哦。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最近哦，尤其民进党政府上来以后哦，他就是惠和家园。那其实惠和家园是大家有共识到2025年哦，但是我看这一段时间呐、就是很多这个。你像那个，林口啊，那个是不是现在都要再改成火力发电，又要增加了基础，有没有？那个是更新计划。更新计划，那是不是比原来的基础还更多？容量会比较大一点。那比较大会不会造成更大的污染？会不会？不会，因为我们在这个环保设施上面哈、投资了很大的金额，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在试运转了、那得到的数据啊，非常令人这个惊讶，而且已经我们朝向这个几乎是天然气的一种那个标准接近了。所以说，几乎跟天然气，它以后就是没有什么污染，是吧？唯一的缺点就是二氧化碳比这个天然气多一点。哦，二氧化碳比天然气多，会其实二氧化碳也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是，哦，这当下大家都要解决的问题啊。对。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采用那个最新的超超临界的机组啊，效率啊增加很多，所以相对的比以前的燃煤电厂啊，那个排放也会减少。朱董事长是，还有那个杨次长，你们知道那个美国啊，一家特斯拉的这个太阳能公司可以免费替这些用户啊的住宅来安装太阳能系统，只要每个月固定支付多少的租金，它的价格啊比电力公司平均的收费还更低更便宜。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我不晓得是在哪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背景之下，因为我们在台湾的话，那个有一个公定的收购价格，所以说我们台电没有考虑这些未来的推动，是？不是，因为它按照我们的这个能源局规定的价格授予我们的话，价格是比较我们的售电的价格高。那个朱董事长，我请教哈，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这段时间呐、这个可以说电力方面呐、这个经常会面临到，因为从520以后，就是很多这些机组哈、核电的机组哦，税收以后他就把它等于是税收以后就把它停在那里，就不再运转，那造成说整个电力经常会面临到可以说瓶颈啊，哦，那甚至于。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把核电厂啊上面那些在半山腰的这些气涡轮发电啊整个都开始全面启动，尤其在尖峰的时刻全面启动，那个是要命的电呢、那个朱董事长你知不知道这档事？那个是当作这个尖峰的时候这个紧急的时候用一下。那要是坏掉呢？这不是坏掉，不是只有用一下而已啊，我所了解是它启动拉的时间很长，而且那个一度电、最少要10块钱，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也是尽量的避免使用了。那尽量避免使用，但是你税收好的你不运转，
但是你就是启动这些汽油轮化电，它是要命的电哦。我相信董事长你很清楚，为什么我说要命的电？你要是核电厂发生问题，是的，像这些汽油轮化电没有办法启动，那最后会变成怎么样？你告诉我。因为我们核能电厂不只是那个汽油轮，还有其他的柴油发电机好几层。我知道，但是那个是最后一道，就是要命的电。哦，你要是连要命的电都把它运转，然后到最后它发生状况，那要是真正发生这个灾害的时候，你说要怎么去应对？你告诉我。不，我想那个就是放任。不会了，我想那个都变成胡岛的第二。做过评估以后啊，他才敢用的。对，因为哈，第一个它成本是不是一度有差不多十块钱左右？虽然不到十块，也接近了。也接近，对。那你台电一度电卖多少？你告诉我。但是因为啊，我们这个是这个。在这个非常尖峰的时候啊，能够使用一下度过这个尖峰。其实哈、哦，它使用的时间拉得很长，而且哈、哦，几乎现在每一座核电厂都在启动。我很清楚啊，那个朱董事长，因为哈、哦，我是对里面的整个运作我是了若指掌。好，我认为说董事长，你身为董事长，这个是一个等于是要命的电哈、哦，你这个。在这个质询上面，你不能说谎。是我没有说谎，我想我会、哦、时间启动多长？你告诉我，你说只有用一下而已，就马上停掉，真的是如此吗？大概在下午尖峰的时候会用，但是不是每一天都在用。那个我知道啊，因为前一段时间那时候，因为天气比较热，那天天啊都是阳光暴晒，所以说很多家庭都是。用冷气，一用冷气马上就要把这些要命的电全部都要启动，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哦。所以我们会注意这个安全，朱董事长，因为这是关系到全民啊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任何核电厂只要一发生状况，你要是说没有办法去因应，这是会有很严重的后遗症。是的，哦，那个次长，你有什么想法？唐市长，这个部分当然是我们必须要请台电公司，除了在尖峰紧急的时候才用上。那除了刚才董事长讲，他用的时间确实是在，不是在每天都在用。那也是天气特别酷热的时候，我们也看他的这个装置容量有风险的时候，他才启动。那未来要是说像明年的夏天，你有办法因应吗？是目前明年夏天的用电呢，我们还有一些机组正在赶工当中。因为我一直认为说，你要是缓不济急，那天天都用这些汽油轮化电。那是最后一道要命的电，哦，你连要命的电都把它使用，到时候它整个出状况以后，那是很严重的后果，哦，我希望说经济部哦跟台电这方面呐，哦，我知道，因为你们现在受限很多啊，自己绑自己的手脚，哦，这个，所以说我经常就跟我们很多这些哦这个缓和人士啊，都说，因为我是从永和来的永和人士，哦。这个，所以说我特别关注啊，这个整个核电的问题啊，哦，所以说我希望说经济部也好，台电也好，在这方面，你们哦绝对不能让它出任何的状况，一出状况，问题就很严重，哦，我再三提醒，是我们特别注意，哦，好，谢谢，谢谢林委员，接下来请郑天财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有请经济部杨次长，请杨次长，还有自来水公司，请郭董事长。市长，郑委员好。哎，次长好。是，我们自来水的供水普及率哈，这个现在目前是多少？这个整个自来水供水普及率？如果把台北市跟台湾省全部加计的话，应该是在93%以上。93%以上，对。那扣掉的话呢？台北市扣掉了，台湾省的部分92.3%左右。92.3%，对，92.36%啊，36%哈。这个也是经过过去的两年哈，包括今年呢，去年跟今年，因为这个当时行政院，对，特别。啊，多少？
二十亿嘛，二十亿，三万户的当初的一个目标，那后来有到三万户吗？我们有估计差不多，差不多哈，好，因为这样才有，本来从92.1嘛哈，现在到92.36哦，还是很有限，所以当初的104年的全国55万户，啊，这个没有自来水，这个部分现在也当初的目标是3万户的话，还是有，52万户左右，是，啊，所以也这个目前还是有，当初是200万人，预估了，没有这个正常的自来水可以饮用。那现在这个数字当然有点下降啊。那如果从我们原住民啊来比较的话，沿汉的落差的话，我这边的资料是到去年年底哈，这个原住民的部分呢，这个供水普及率是去年十月的资料哈，83.05，这个部分有提升吗？是，原住民的地区的目前我们是并没有特别去统计它的普及率，不过这几年累积下来，应该这个数字也增加了。那刚刚提到的这个自来水普及率呢，事实上它是不包括简易自来水。对，我知道。不包括简易自来水。啊，当然，如果这个原民会的部分呢、啊，这个部分原住民的部分呢、啊，所以这个未来还是要去考量啊。对，我们从简易自来水着手。那我们现在看106年度你的预算呢、啊？整个在整个你的整个以自来水公司的话哈，整个预算有关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这个只有占7.39%，是，7.39亿的，是，这是7.39亿，那比例也很低啊，可能还不到7%了，是这个比例是不是这样？哎，对，哦，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个，董事长啊，是，那因为过去。包括今年的一个努力啊，看起来明年距离还是很遥远。我跟委员报告哈，那个其实原民区的这个无自来水地区的时候，类似和平区台中市和平区的时候，只有10%而已哈。那我亲自到那个南势部落，以及到那个我们往鞍马山这个区域哈，都去看过哈。其实他们的。虽然无自来水，但是他们的取得的水质非常好，甚至比我们的自来水的时候不会差。所以我跟台中市政府的时候，跟公务局长啊、吕局长，我们都有沟通啊。他也有一个观念，他觉得其实我们的自来水要普及率如果要做到100%，其实有一些区域并没有必要，我们要主要是看水质。那对于有一些偏远地区，我们自来水公司都主动来做检测。我们目前。8月份是先测到100户以上，那我这个月我们已经正式在经理汇报要求各区降到50户以上，我们会陆陆续降低，基本上水质我们要确保它的安全。董事长哈，是这个基本上啊，是这个过去因为原住民的部分呢、啊，是啊，原住民族的部落的部分，早期都是这个原住民行政部门。啊，比如说中央原民会是、哦、甚至过去省府的原住民行政单位在处理、啊、但是因为这个行政院已经做了具体的划分了，是包括所有的自来水，包括这个简易自来水，对、啊、都是在经济部跟自来水公司是、啊、去推动，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要、啊、去重视、啊、是，而且这个相关的饮用水的品质各方面 是不是达到饮用水管理条例、所要求的部分呢、啊？是、你们是不是那个今年的一个检测的一个状况啊？是啊，是不是提供给？可以，没问题。我跟委员报告哈、啊，今年环保署跟各县市环保局总共做了9387次的一个检测哈，到10月份为止了、啊、哈。那我们公司做的检测超过21万多次哈、啊嗯，那我们的合格率是99.94%以上。好，所以这个是你把这个资料好，没问题，提供哈。好，没问题。好，那个台电的最后一个哈，台电的我们朱董事长，好，朱董事长。好，委员好。有关兰屿的核废料的储存厂啊，你们现在还没有完成租这个原住民保留地，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啊？我想这个细节。
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已经是不要再请他同仁了，你要拿出你的魄力嘛。已经两年了，不止快两年了。我想这个事还是要跟这个当地的。103年12月31号就朱祁建嘛，你现在是占用啊？正在协商之中了。协商103、104，已经协商很多年喽。对了，我想我们还是因为可能双方还有点距离，我想应该可以。不是，可能非常有距离了。非常有距离。距离。蔡总统既然道歉了，他道歉的时候还特别把这个列为一个议题，你要很重视的。我们会去加速努力。那很难看啊，你是占用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对了，我们这个租金我们是有诚意要付了，不过这个双方可能把距离拉近一点。好，加油。好，谢谢。好，谢谢郑委员。接下来请赖瑞龙委员。好，主席各位委员，请杨次长跟朱董事长还有郭董事长。请杨次长、朱董事长、郭董事长。好，各位委员，我先请教一下那个郭董事长了哈。那个之前的时候，今年过年的时候，在有一个大那个水管破裂了哈，然后在沿海路水管破裂，然后造成了前镇小港有将近64个小时的停水了哈。那原先当时的时候，这个胡总经理答应我说，在因为那管线去老旧重车压了哈，所以在今年的7月要动工哈，那明年底要完工，不知道现在目前这个的进度怎么样？那因为这个比较细一点，我请总经理回复一下。好，是谢谢委员哈。那因为我们经过南工处到现场去跟相关单位去会勘，那最近一次会勘，我们是决定从那个高屏七路。好，简短讲，说什么时候开始要动工？当然明年，明年6月啊。那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到107年中，那个董事长可不可以麻烦请加速了，好不好？是，原先预定是今年7月要动工，那个，那明年底要完工，现在好像延了半年的时间。那我希望这个加速了，因为一旦如果管线又破的话，这个对当地的民众，我知道、我非常清楚。上次那个大管线的破裂造成60个小时停水，过年前那非常痛苦。我知道，我跟委员报告哈，其实我前一两个礼拜我要求同仁哈，我们大概要专管哈，因为现在我们凤山水库旁边凤山建厂有一个，没有董事长，你这个帮我抓住这个进度就好了，尽量能够提前，如果明年底前能加速完工的话最好。对，我们又想要增加另外第三个线路，好，就是专管送到中钢这边，还可以补充到我们这个就帮我落实完成。那因为我只有6分钟，我还要问一下那个、okay. 好不好？好，谢谢哈，郭董，那您休息一下。好，那次长，我先请教你了哈，还有报告处董，那个在今年的4月11号，我开一个记者会，针对于台电的这个锅炉泄漏事件了哈。后来这个经济部也给我一份报告了哈，那其中有提到报告提到说，在检测之后，在8月25号的时候进行第二次的水压测试，就再次发现有38条短管泄漏，那其中有91个热系统有91条泄漏，所以又做了重新，是这样吗？是。目前这些第二次检测有发生，还有泄漏，所以565亿的工程不止在前年的时候发生了第一次泄漏，在今年度再查了一次了之后，去年啦、在今年发了再一次的检查的时候，又发生了有泄漏，是这样吗？它是在施工过程当中的一个测试，它不是发生泄漏，它是施工当中的测试。我们买的是一个新的产品嘛，565亿 HI 的新的产品嘛，哈，是买新的产品的，经过两次测试。我们不会买那个新的东西来就允许它是本身是有瑕疵的，我们这不会接受嘛？对，测试没有完成的话，我们是不会验收，不会。对，所以这个，那我先问一个哈，那这个部分被影响到，原来预定是赶明年中之前要加入了哈，因为这个部分的营运其实差很大了哈，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进来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整个供电？对，目前台电公司正在努力当中，还是原来定的目标还没有改变。明年七月会不会跳票？是不是麻烦台电公司的补充？台电董事长、朱董事长，刚才委员提的那个短管的这个泄漏啊，我们3300只啊，这个全部更新了，那现在进展到40%了。对，所以这个目前还超前进度，所以希望明年七月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应该没有问题了哈。我建议的是在于说，一个新买的560亿的工程，怎么会两个机组买来的时候的第一个机组一来就有问题，
而且在经过的测试之后还发现其他地方，所以你才整个3000多支管全部重新。所以这是两次不同的原因。对，不同的原因啦，但是新都是新的一个东西嘛，对不对？当然是新的。而且他来的还是装上去，还没办法拆卸退货回去的。对，所以可能就是、那我接下来想要问了，这个部分对 IHI 的部分，台电的部分有没有什么样求偿的一些措施？第一个，我们是第一个，那就是说现在对他的这个估验款了、做一些保留的动作。多少钱？他至少现在按照合约可以扣 10% 的这个10% 这样是多少？56亿。对，至少这个是现在先扣56亿，但是恐怕不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供电的提供出来，包括整个设备一买来的设备新的全新的，我们都不能接受嘛，一个新的买来就已经这么多的瑕疵。当然最后的话，我们要必须没有瑕疵，能够验收才能够再正式的能够付款。好，即使最后通过了验收了等等，我认为这个还是要将来还是要求偿了。一个不管是我们整个期程的延后，包括这个过程中本来就不应该买到新来的东西，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瑕疵？至少它的工期延宕那么久，造成我们的损失，我们是不会放过。好，所以台电这边会全部来配合来求偿了哈。一定。好，另外我想要问的是，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人为的一些疏失？目前还没有发现有什么人为的疏失。在采购过程中，有没有发现什么样的问题？采购的过程中间，因为我们是要求这个他要提出一些相关的文件，来证明他，而且在当地请了公证公司、来验证，但是显然这些过程可能不够确实。市长，我希望这件事情经济部要介入来调查了哈，这个不能够只放给台电自己来哈，一个这么重大的国家的一个重大工程，这么多的问题哦，不只是这个之前发生的那一次，包括今年再检测还有问题，还有其他的管，所以造成了3000多支全部重新再做，所以其实看来这个采购过程有相当多的问题，那这个到底有没有人为的一些弊端？我希望经济部能够内部去查了哈，包括你们给我的调查报告里面有提到。这个台电采购过程中，内部评选委员名单哦，未符合该公司保密传递作业，哦，这是不是显然影射着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有泄露一些采购的人员、采购评审委员？我希望这些部分，市长这边，我希望经济部这边整个全部要介入去调查哈，我不希望这里面是因为有重大的弊端而才选出了一个 IHI 这样的公司，而才导致了后面这么多的一些弊端产生，是不是有一些价格上或者是采购上面的弊端去产生？我希望经济部能够深入的去调查，好吗？是，没问题，好不好？那我希望等经济部一个更完整、更详细的报告。我希望这件事情是由新政府上台之后，经济部内部去查到底有没有问题，而不是整个概括承受原来的很多好。问题，我希望这个问题如果有的话，是由新政府自行来查出来，好吗？是，目前我们已经介入。好，谢谢。好，谢谢赖委员，谢谢各位长官。接下来请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请简东明委员。主席、与会人员啊、有请次长。请杨市长，还有郭董市长，郭董市长。县委好，市长你好。看到我们自来水公司的这个重要业务的措施的第二条，当然是改善没有自来水供应的地区，包括原住民地区的饮用水，我们大力的在争取，希望我们这个自来水能够普及，所以在104年、105年两年，刚刚政务员也提到了哈，我们在中央大概编列了这个20亿，再加上104年、105年的这个政变的预算哈，大概就全部30亿是用在这个经费上，刚刚我听到次长的回复。大概就是说有达到这个数字3万户是确实的吗？我们统计的结果比3万户少了一些，不过也超过了27000户以上。那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地区呢，它的成本比较高。那个社长，因为时间关系，我对你们这个数字很怀疑，我是怀疑你们这个数字是到底确实不确实。我们可以有统计资料给委员参考。因为我想你们单单一个大概处理两个地方的一个自来水哈，但那一个协调西海的部分，我协调几次，你知道吗？我知道，对，7次到8次，2年多的将近2年的时间。是。现在最近那个隧道，就是南回公路隧道、台九线的隧道，
就这个安硕的部分，也是协调四次到五次，因素相当的多，没有办法很顺畅的来在这个原住民地区海上自来水的这个事件哈，它真的是因素相当的多，里面有没有针对这样的那个困难度来去思考过或是研讨过未来针对这样的问题有没有去思考说怎么去处理？是像旭海的案子，谢谢委员多次的协调，我们也了解，它不是只有经费到位就可以解决问题。那这些案件呢，都是我们目前在新计划在执行过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那我想，这个单位的这个预算的执行单位，包括水公司，包括水利署，我们会全力把它。我就拿了这两件，我就很怀疑你们这个刚说已经达到27000户，我想你们是不是把这个换管的哈？你们现在还大部分我所看到在偏远地区的工程都是换这个水管，就是旧的管换成新的水管，把这个工程把它列到。这个里面就等于说已经有达到20000多户，是不是这样的工程？ 我想这个我们在资料再提供给委员，它里面包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严管，一个是要新铺的管，那有两个总计的。因为你们现在大部分在做的可能都是新换这些管，那个水管新铺的比较新铺的比较多了。对实际上这个在原住民地区，你们几个问题你们没有处理的话要达到这样的数字，要改善到一定的比那个百分比哈，有它的困难度。现在我们大概要解决的这个在原住民地区是比较偏远地区的，就是供应比较困难的地方嘛，供水比较困难的地方嘛。原住民地区有一些不需要自来水，原因就是高山那个水源是非常丰沛的。对。我们大概都用碱水在处理。那个比较难供应的地区就是比较缺水的地方，应该我们的目标就是针对这些了嘛，应该是针对这些嘛。是所以这个两年当中编了31亿的经费，我当然一直在想说应该可以改善很多，但是我协调了这个两个案件，我就发觉就像刚才市长所提的，有钱没有好像没有办法使用了，钱到位了啦，钱有到位。没有办法用，当然土地的问题你们没有解决，那怎么可能？那个像配水池配水池要需要用地对不对？对。还有路浅的问题你把它挖了铺了，把那个原来的路线挖了之后，要把它填补要填平这个要经费你不能叫地方自己来处理还有配合款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大概你们应该要好好把它列出来，列出来之后针对这个问题，看要如何去解决。尤其是土地方面你们大概就说土地没有解决，我们就不做，土地就交给地方来自己处理。像一般中央很多的这个重大的建设跟工程不是这样的做法了，都不是这样的做法，我们的预算。编列既然有这样的种计划，应该要通通都要思考到，都要考虑到不要只做了1/3的这个过想，1/3没有去考虑到，就等于没有办法进行了，等于没有办法执行。所以我看到我们106年又继续编列了这样的预算大概7亿多里面也要求说到5000户，社会大概要。提高5000户，是不是这样的状况？是，未来4年我们计划编列34亿5000万元。那执行方式，我想我们会遵照委员刚刚的这个指教呢，会把每一个个案一开始的时候在规划阶段会面临到的问题，请我们执行单位全部把它列出来。那由中央跟地方一定要合作，因为这个案子的执行没有中央跟地方合作，民众跟政府来合作确实是很困难。因为偏远地区包括原住民地区你要 叫他分担太多的这种经费的话，他几乎是不可能了。是几乎是不可能了。所以你们编这个预算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德政，要照顾一个原住民地区没有供水的这个地方，提升他们的这个生活的品质结果呢达不到。因为你们设的那些要点跟办法规定太多太复杂了所以他们负担不起。所以这一点
要把这一件事情做好，应该要从根本做起了。是，是。好，在这里具体做这样的建议。好，谢谢。希望刚才那个首长所提到的哈，还市长所提到的那个资料啊，能够提供给我。好，好。谢谢简东明委员，谢谢各位长官。接下来请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请徐正伟委员。麻烦请次长和我们朱董事长台电，请杨次长、朱董事长。学员好，哎，次长好，还有朱董事长好。因为只有六分钟哦，所以这个本席就快问快答，好不好？那因为这个经济部是业管机关主管嘛，哈。好，那因为现在这个我们梅基台风哦，造成这个大量的401万户的停电，电线杆也有600支断了。那所以呢，我们有提出一个防灾型的这个电线杆地下化的工程70亿。那请问一下啊，这个要从106年开始施行，请问一下现在台电有没有做什么计划？现在已经11月底了。我们现在已经这个积极的展开，这3年呢做430几公里，分成这个3年来做。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请我们的同仁呢、不要说等明年才开始设计等等，现在就开始设计筹备，明年一开始、就开始准备动工或发包，那希望在这个台风季来之前呢，至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所以因为花东两线哦，这个是我们的迎风面，尤其是这个台九、台十一以及山区，还有这个花这个苏花公路的部分，本席已经执行过非常多次，我相信朱董事长也非常清楚。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规划的部分哦，启程哈，到明年在汛期之前，这个部分我们该做的哪些工作，到时候是不是给本席一个资料书面？是是是。好的，谢谢。那另外呢，就是有关于我们。我们这个万里这个水力发电厂的部分哦，其实这个部分已经跟地方政府也沟通很久，跟地方乡亲也沟通很久，但是地方乡亲的反弹非常的大，因为我们在万里西的这一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岩层是非常非常脆弱的，所以如果在上面盖一个水力发电厂的话，其实是危害到我们未来的万荣还有这个凤林镇整个乡亲的生命财产安全。所以在这里我们的环评也还尚未做，还有现在的这个其他的环保团体通通都在反对，地方居民也都在反对，那我们台电据上次说还是要做，坚持要做，您现在是还是要做，还是说您只是来收反我们地方的这个民意代表，还有要做一些小工程？不是，我想我们台电不是说任何 project 一定要非要坚持要做，而是我们在这个提出科学的数据，能够跟民众沟通，如果能够成功。您如果提出科学的这个数据的话，请做地方的公听会好吗？我想我们应该必须要请要公开透明，好不好？是是。好，谢谢。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关于我们高压电塔的部分哦，其实在我们的偏乡的地方，除了我们丰滨、秀林以及这个吉安的部分，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的多的高压电塔。这个4月份的时候，其实也有大家关心，就是我们南华部落的部分，那个小小的部落其实就有27支的高压电塔。那当时我们台电也说要跟地方座谈，那现在协调的如何呢？那个部分呢、是因为有一排这个铁塔哈、刚好经过一些民众的这个屋子的前面了，是那他们认为不妥，那我们现在是跟当地的村长在去另外在那个山的背后啊绕道，然后现在目前正在这个洽商这件事情。您只有跟村长吗？还是跟其他我们部落的乡亲？我记得是村长跟当地的民众。是、如果您要做协调的话，拜托好开诚布公。好，大家都知道，是是好不好？好，让地方的乡亲都知道。好的。好，那现在我们针对于我们台水的部分，好吗？谢谢，董事长，谢谢您。请郭董事长。董事长好，还有我们的次长好，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还是请您注意一下。那我们现在104年和105年，我们对无自来水这个供应的部分哦，两年30亿哦。那花莲现在的执行状况，其实真的很谢谢我们的第九区我们的自来水，他们非常非常的用心。那现在我们是104年、105年有30亿哦，但是106年到109年只有34.5亿。刚才次长也说了哈，但是明年106年有7亿，那这个7亿如何来处理呢？
目前我们的标准大概是依照水利署所定的哈，大概以每户的成本，如果在15万以下，那大概都优先处理了哈。15万以上的话，这个15万啊，其实对花莲来说实在是没有错，是这个金额不是，就是说花莲大部分大概45万的成本啊。但是本席其实一直在说哈。我们自来水的接管严管，如果您一直用成本来考量的话，您不管到民生的基本的需求的话，那对于花莲是没有益处的，而且永远都排不到。所以本席在10月21号的时候，总质询的时候，对于自来水接管严管的部分，也强调不可以以人口数还有这个成本哦来这个考量。另外，我们简易自来水的部分哦，对于我们的这个工程技师人员的人事费还有补助管理。水这个减水的管理员的部分，因为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董事长您有说，您刚才只有对于100使用了100户以上，但是花莲目前有70个简易自来水，70个，20户以下的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管理员一个月对一户只收100块，一个管理员一个月收2000块，您要他上山下海查管线，还要巡管，还要这个检测。我想这个管理员啊太辛苦，尤其是部落的老人家，65岁老人家，通通在做这种事情，您觉得合理吗？有人要做吗？所以这个部分人事的这个人事费用，我们的那时候的院长以及我们的这个经济部长。好，我们部长也说哦，要来规划以及来这个补助，啊，提出方案来改善。那但是到现在，本席的办公室一直没有收到我们的改善计划。我想是基本上这样子哈，跟委员报告哈。首先，我们是非常感谢副县长哈，协助我们取得一些水源了哈。我们全力协助。对对对。然后那这些地方的话，我们还需要跟水利署这边哈来密切来研究看看，因为减水我们系统确实如您说的，花莲太多那个小规模的。那我们的检测水质这个11月份开始，我们先测50户，然后测完我们再降低到。而且刚才跟简东明简委员也是这样回答，对对对，所以其实，在人事的部分以及技师这个部分，其实真的在人事薪资的部分，我们的经济部要给予支持，因为我相信全国很多简易自来水的管理员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大家也不愿意做，但是为了部落人的饮用水的洁净的部分，大家都希望能去做这一件事情，但是拜托好不好，在人事的部分。薪资的部分是不是可以给予补助？好，在这里请给本席这个书面好吗？提出方案，否则未来没有人要做这件事情。您的这个自来水未来会越加的辛苦。跟学员报告，这个我们来检讨一下，因为目前的制度呢，这个部分是由地方政府、由部落或者是当地的自己管理会来处理。地方政府就已经够辛苦了，对，你刚刚讲到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重视，所以我们来检讨一下。好，谢谢次长。另外哦，这个我们现在好像大台北地区，我们的这个自来水已经再给我2分钟就好，自来已经这个2%要调涨28%嘛。刚才听我们的这个我们次长还有我们的董事长也说，未来的自来水还是会调涨。那现在这样说，您自来水要调涨，不如我们赶快把漏水的部分把它装好。花莲县啊，我们现在以花莲县来说，一年漏掉1/5的水，那是不是我们的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不够，还是我们的这个设备的医化不够，所以我们这些漏水是不断不断的漏，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漏。所以呢，其实我们在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不足的部分，像我们检漏的人员的不足，还有我们操作场站巡管人员都不足，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给第一线工作人员来补足呢？因为现在好像员额控管只有到5000多人而已嘛。是，没有错，我们确实是蛮缺人的哈。但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打算以这个比较精进的技术哈，过去我们大概都是让最低价来得标了，那未来我们会看谁的技术好，优先让技术好的来得标，这样能够加速我们这个速度。还有最后一个，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本席也有咨询过我们海堤的部分哦。海堤一年水利署啊，海堤一年水利署有一个报告说，一年会海岸线会退缩4米。好，以2011年来说，我们封冰箱就已经损失了17公顷
的这个土地了，17公顷，是我们水利署的这个报告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在海堤的部分，是不是我们水利署可以提出方案，以及我们这个每一次台风的时候，我们划人海堤的部分，它每次都会海水倒灌这个部分。花东两线的海岸线是非常长的，所以对于我们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的部分，我们水利署经济部是不是要提出一个方案来？否则每一年往四公尺往后退缩，以及我们台十一线已经变成第三代的台十一线了。早上廖国栋委员也有质询这个部分，真的是要提出方案。本席把这个部分给书面，还有就是我们有关一个灌溉一个水资源。珍贵的水资源要运用的部分，就是利物溪发电厂我们的微水的部分。拜托，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运用来我们新城和秀林的农田灌溉的部分？现在新城和秀林大概有700-800公顷的这个看天田呐，哈，这个没有下雨就没有水嘛。但是如果我们这个利物溪这个发电厂的微水可以运用的话，可以加惠上千公顷的良田。好不好？这个研究一下可以吗？这个资料给我们研究一下了。好，谢谢您，谢谢徐委员，谢谢次长。接下来我们请黄昭顺委员，黄昭顺委员不在，请钟孔绍委员不在，请林俊宪委员不在，请何新全委员不在，请吕玉玲委员不在。请赖世宝委员不在，请马文君委员不在，请周成秀霞委员不在，请江启成委员不在，请罗明才委员不在，请陈国珀委员。谢谢主席，请主席一并邀请经济部杨次长、水利署赖署长、台电朱董事长以及台湾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郭董事长。哎，请以上四位，杨次长、赖署长、郭董事长还有朱董事长。啊，为什么一并请三个单位出来呢？我想我担任立法委员呢，这个将近5年期间呢，我要为这个三个单位打个分数。就我依然所见的哈，啊，那为什么分数会不一样？啊，我的感觉是因为用心的程度不一样。啊，其实在经济部的这个工作推动上面呢，有很多面向我们要去注意的哈。那首先我给最高分数的单位是水利署了。过去我们执行这个8.800亿以及6.600亿的一个流域总和计划，确实把宜兰县低洼地区的地方呢做了改善，不但做了改善呢，也把宜兰县啊河川的治理，特别是安龙溪跟宜兰河呢，做了环境的改善跟利美化。现在这两个地方已经变成全国了啊大家闻名而来的一些观摩的一个地点，所以我对水利署呢，我可以这个打一个比较高的分数，打90分了哈。第二点呢，我要打第二高的分数，应该是我们的自来水公司啊。郭董事长这个任职不久了哈，但是我要跟你说明一下哈，过去我们自来水公司在宜兰哈，这个大力的这个做一些贴近民心的事情啊，本席反映的事情都有积极在处理，所以我们现在的接管率大概普及率大概有95% 左右，那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成绩啊。我曾经跟我们的自来水公司的王经理讲说，如果能够突破95啊。我个人的颁发奖金，我这个有关民生的问题，我希望大家来重视哈。那两单位请回，那接着我要讲来跟我们这个电力公台电哈探讨一下了哈。那虽然分数最低，但是我还是打60分了，不是没有及格了哈。第一点呢，我想请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我这里的 PowerPoint 的哈投影片呢，这个哈这个我们现在。宜兰县哈，这个平原的部分呢，很多的电塔，尤其是高压的电塔，那到处林立的哈。那每次台风来，或者是平常呢，这个碰到我的时候，都跟我反映啊，该拆了啊，拜托我们台电赶快处理。你们看一下哈，这是个拆除前跟拆除后哈，整个天际线的感觉差多少？
哦，各位看这两个图片哦，看上面都差很多，看底下差更多，价格差很多了，地价差很多了，居民的安全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一种心态上面的一种保全，我想这个台电哦，这个工作要加强。现在是越落后的地方了，越没有办法执行这个拆除的工作，因为要地方要配合款，地方越穷的地方怎么有配合款？所以这种现状的话，没有彻底来思考的话，哈，根本就宜兰县哦，这些高压电厂真的是碰到你们要变换变电所啦，或者是说重大建设的时候才碰到，哦，那现在宜兰县重大建设其实很少了哈，那这个也让这个次长跟董事长哈，我在总执行的时候有请院长跟部长注意看这个图案，这每年都是这样子，去年跟今年都这样，啊，每年宜兰县台风过后都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如果是打这个保龄球应该是不错的，全倒嘛，啊，真的是全倒，你看一排都全倒啊，啊，所以今年梅基台风的时候院长当天就有去看了，啊。但是事后呢，我就发现他说很奇怪，啊，我们台电提出一个70亿的防灾电缆地下化的一个计划哈，啊，当时选定的优先的施作的次序呢，是以停电户来计算。那我在总执行的时候，我特别提出来，如果以停电户的户数来看的话，是不公平的，应该以总户数当分母，停电户数当分子来计算它的比例嘛，这样才合理嘛。我听说了哈。听说台电后来，因为部长、院长跟部长有要求，是不是你们现在的这个计划有没有把东部哈宜花东纳进去？我现在请董事长回应一下。不是，我想不管哪一个区处哦，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呐。那当然就是说，刚才您讲的就是说，像这个比较容易受灾的地区哈，受灾的这个线路，尤其是比较是关键的这个路段，我们都优先来这个做这个防灾的地下化处理啊。所以这个在11月1号的时候，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有承诺，宜兰、花莲、台东跟屏东是不是列为优先办理的一个县市？我们通通一起开始，从今年现在这个月开始就已经开始准备。那我相信这都是按照这个进度来推进。谢谢，当时有承诺说3个月完成规划，是不是那个会后哈，那个董事长把那个规划好的计划？还有一个跟委员报告，我们要施工哪一段是也跟在地的县市政府能够请教，所以大家一个共识以后再有决定次序。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哦，你们有发现到，你们愿意就这样承诺，我也很高兴的。我特别跟董事长拜托哈，是不是啊？我们宜兰的部分呢，尤其是我们宜兰很多养殖业，每次这个台风过后了。电线杆倒塌就没有电了，啊，这些养殖户呢，没有电呢，就没有办法输送空气，打那个马达哈，所以这个损失沉重啊，这个是移民哦，每年来哈就怕台风来，就是怕这个原因。如果我们能够顺势把它地下化，我相信不止我们哦，每年这个维修费用可以减少，同时我们的那个移民呐、啊，就损失农民的损失会可以降很多。我们会加速进行啊，尤其我们宜兰哦，还有很多那个冷冻库没有电的时候是麻烦，再给1分钟就好了。那最后一下哈，我现在有比较急迫，是长久以来了哈。盐山乡湖东村的一个三角观光道路上面，我们已经在做农地重化，我们可以预留那个管线，道路都已经留了哦。这个部分我们优先来考虑，把它地下化。啊，有管线我们就优先考虑了，好不好？第二点就是说，啊，有一条就是我们的宜兰大洲地区哈，这个是盐山西北这边哦，盐山段。跟它的南端就是东山乡，啊，只有三星乡有7支高电塔没有办法地下化，所以就变成，宜兰县那个这个很奇怪的一个，这个也是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三星乡啊哈，是这个7支的那个高电塔，我希望说这个啊、新任的台电哦董事长，我希望你去看一下。这两点我希望说这个能够列为优先次序的处理，好不好？我会后向您再请教一下，我们再来决做一下。好，谢谢你哦，有空来宜兰，我希望那好好再跟你检讨这个工作。好，谢谢。好，谢谢陈宏委员，谢谢各位长官。现在请郭亮委员。我要宣告一下，请高金素美委员、高金素美委员、高金素美委员，
高淑美委员不在，请古拉佐委员，你看看到。主席，有请台电的董事长还有总经理。请朱董事长还有总经理。好，委员好。董事长好，还有总经理好。我必须坦白的说，从这一任上任到现在，这是我第四次在这里跟各位讨论南屿的核废料还有火力发电厂的问题。但是每一次我都好声好气的跟大家沟通，但今天我要说我已经失去了耐性。为什么？我们来看上一次我就跟您讨论过，核废料在96年到100年的时候，你们进行检整。检整是因为放在海边的核废料桶分成这好几级破碎固化桶，我们需要整个给它粉碎，重新这个装桶。好，我们来看，我上次也就有跟你们提告，下一张，我们现在的所有的重新检整增加的桶，从97000桶变成10万多桶。可是这整个检整的过程当中，你们是如何训练当地的检整人员？所以在上一次我也给你们看的这些照片，这是96年到100年之间当地的兰屿人拍的。这一个人现在已经得了癌症，我上次已经说了，我记得今年3月还有总咨询的时候，部长也在，还有后面两次，还有最近一次是您也在这边。为什么会毫无防护的在这个现场，然后你们用劳务委外的方式招标训练这些基本的人力，说要来做核废料的检整作业，把这些核废料桶粉碎之后，我们再看前两张照片，我实在是觉得不忍卒睹。这个人如果是你的弟弟，是你的儿子，你会有什么感觉？我再说一次，拍照的人在这边做检诊作业，他已经得癌症。你可以说他的癌症很难证明跟这个有关啊，但我也要告诉你，你也很难证明跟这个无关。我们再来看，所以上一次我也有请你们提供，因为我们有查到你们是怎么发包这整个检诊的作业。我们看到这几个标案，你们都是用最低的价格标，到了下一年2011年也是用最低的价格标，历次几年2015年也是用最低的价格标。所以当时您一定还记得，招委是管碧玲委员，当时这个说给委员会一个答复好不好？当时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提供资料，为什么？我们看到下一章，因为当我索取资料的时候，你们说所有的这些契约都有机密，都有商业机密，所以你都不愿意提供。再看上一次，所以当时招委讲的话议事录说，要求你们会后给委员一个明确的答复好不好？董事长你说好，然后我说谢谢主席，希望台电可以关心人民的生命。结果我们来看，后来你们到底有没有来处理呢？一直到11月22号台电才发文给你们这一些这个下游的得标的厂商，而且这个发文的内容还不是说请你们提供资料，这些发文的内容是说，哎，请你来评估一下有没有涉及商业机密，可不可以提供？董事长，你要不要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我讲这个程序上的问题，我请我们吴处长来这个细节的部分向您答复好吗？好，谢谢委员。哎，整个来讲就是说，我们那个合约部分是甲乙双方。那乙方部分、甲方部分，台电公司对这一个合约是认为是可以公开，没有资讯公开没有问题。但是乙方方面呢，因为只有商业上还有个人的那个商业部分，我们就是以公文呢，公文函请那个3个啊协力厂商呢来澄清他的有没有商业上的问题。现场有法务人员吗？我建议你们回家多读一下《政府资讯公开法》，还有所有相关的法律。你们是法律专家吗？现场有没有任何一个法律的专家再来告诉我引经据典，根据哪一条法律这个叫商业机密不得公开？我们只是要看得标厂商他是如何训练这些检诊人员，花了多少的时间进行怎样的训练，请了哪些讲师，训练了多少小时，然后结果造成96年到100年毫无防护的状况下面徒手来拨这些粉尘，
这些核废料的粉尘。他们是怎么训练的呢？整个训练的话，我们初步就是上次有说到公安跟服防的训练，它内部呢，厂商也有相关的我们合约里面要求的训练，我想这个在合约里面是有的。那接下来就是刚才相片部分，那白色穿白色衣服在上方的那个是在我们叫做 SOP 以外的管控区之外啊，但是在里面工作，他是有依照那个服防的方面穿防护衣的，依照那个标准来做。台电跟不要跟蓝宇人为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可能无关痛痒。我再请大家来看一下，刚刚那是核废料的问题。董事长、总经理，我真的希望，我是很诚恳的跟您讨论这个问题。我只要想一下，如果这些孩子是你的孙子，是你的儿子，你要怎么办？除了核废料的问题，大家都不知道，全蓝宇发电完全是靠一个火力发电厂，结果这个火力发电厂旁边就是这个蓝恩幼稚园，全部都是小朋友。我在这里今天恐怕也是质询第三次，为什么会盖成这样？那我们来看，到底是哪一个学校竟然可以离火力发电厂那么近？我们看所有离岛地区的火力发电厂，对啊，我们现在七成以上的电力都靠火力发电厂，不可能马上把这发电厂停掉。可是为什么蓝宇电厂竟然是最靠近一个幼稚园的我们的幼苗的60公尺而已的发电厂？所以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再来看，我们在新建隔音设备的时候，其他全岛的火力发电厂都是同时，台东的蓝宇电厂13年后才设立这个隔音的设备建造。所以我在这边有提到过，继续看下一张，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空气噪音相关的监测站，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这里进行空气噪音的检测，好像那些人不是人。30年来我们一直在那边发电，而且王者已矣，本席在这边已经要求台电做一些相关的改善， OK， 有改善。我们再来看到最新的进度，就是我们看到蓝宇的死亡率不断的按照这个恶性肿瘤死亡人数一直增加。再看，再给你一分钟好不好？好好好好。那我们再来看到就是下一张，我质询过后你们说有要改善，蓝宇发电厂的烟囱要做改善，铁丝围墙要做改善，我想再请问一下，现在改善的进度到哪里？我们那个烟囱的部分是在希望在今年冬天离峰的时候把它改过来。那至于那个围篱的话，我想我们是在明年再逐步实施。董事长，其实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思考一个问题，我这边要讨论的不是一个铁丝网或一个隔音墙的问题而已，我在这边真的很希望台电可以重视蓝宇整个发电的问题，还有台湾的发电把核废料带到蓝宇之后对当地人的影响的问题。如果光是在我11月7号质询过后，你们11月22号才发个公文给这三家厂商，要求他说可不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的解释，能不能提供，结果我认为已经一拖再拖，不重视原住民族，这是很难令人接受的。我想我一定会提案冻结甚至删除相关的预算，而且我是非常坚持的。谢谢柯拉斯文，谢谢各位长官。接下来我们请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萧美琴委员不在。那么登记发言委员除不在场者之外，其余都已经发言过了哈，发言完毕。那我们询答结束，另定期继续审查。委员庄嘉宾，您代话徐真卫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书面质询和未及答复部分，请相关单位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并附至本会。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资料，请提供于本会全体委员。本人已经处理到此，先休息，星期三继续开会。